大家好，多米斯老师，这段时间忙啊，没分享这个煤价。现在呢，这煤啊，说是涨价又掉价的，这是涨涨落落的。头几天啊，又有要涨的趋势，但是呢，这个煤价没涨上来，这挺长时间了，这个煤价没有什么变化。今天呢，我就来到这个货场，来看看这个货场的原煤都有什么样的原煤，都什么价。这是刚才我身后这堆原煤，这个原煤啊是4300卡，看这原煤，这大块，这个煤啊4300卡，这个挥发粪呢37-8个，这个胶呢还是4个左右的胶，这个原煤啊看的还是不错，干石呢也不多。这个煤啊，也现在是物业煤啊、电煤啊，或者啊当民用都可以。这民用啊来拉一车，现在拉煤还行，不是那么湿，没下雨。就好，这天没下雨。啊，没下雨好，一下雨就湿了。那时候不装那堆的是吧？不装那堆，装前面那堆了。对，再可以给跳过装。随便装，想装哪给你装哪。现在吧也讲理了。原来的时候你那个煤价涨的时候你装哪呢？你有个地方装就不错了。没装就不错。就是啊，你看现在你想装哪，装里头那堆铲车还得给你撅开，给你撅个道，这样块都是好块。对，那一般没有加杆。你看还没有加杆呢，这都是泡彩的，有这样块。你说机彩的没有这样块。我机还没有。没有，打碎了机彩。嗯，刚才啊跟那个货主也唠了一会儿。一会儿就要装这车煤，装这里头，这煤价不好，这装煤呢还随便挑了，可以挑着装了。这现在真是买方市场了，这个煤这块我也不多说了，你们自己来看，自己化验，看中了你装车。这个煤啊就是民用煤，现在这民用，你看我现在车已经来了，相中这堆了。这两天没下雨，这煤还非挺干。这一段时间拉煤呀、啊、还是比较合算的。这个420，啊，根据用户的需要，他把这煤啊都筛出来了，这是原煤筛出来的，这和水洗煤已经看不出来什么区别了。这边上就是水洗煤，这个是原煤。货场都有什么原煤，都什么价？今领大家也看了一圈，原煤这一块，你就到现场你自己看，自己化验，自己取样化验，你相中了，你谈价装车。
这一块呢和那个市场价能有点小出入，还是看自己的眼力。大家对这个货场联媒这块还有需要咨询询问的，请在我评论区留言或私信。好，今天就到这儿，咱们下期再见。